Hello, what do you do？ 我买了一杯，这个叫什么名字？这是服务员的 practice， 我练习了。服务员花生酱拿铁咖啡，冰的。现在我去着上课。我应该练习我要跟老师说，我第一次搭捷运来学校，我就来了 ，maybe 不行。大家好。OK， 我也是。OK， 我第一次对第一次搭捷运来说好。对。我没迟到。没迟到，所以我就。Here we don't use the 酒，应该是你可以说我第一次搭捷运来。你第一次搭捷运来，没迟到。没迟到啊，因为是比较 natural 吗？比较 natural。So I came earlier than expected. OK.But I'm still sweating. 离我家到说好20分钟走路二十分钟、嗯，但是我虽然我搭捷运，但是我。等一下，但是我怕楼梯了，所以我 sweaty. still sweaty even if I didn't walk. 我流很多汗。流汗就是 sweat. 流汗。我流很多汗。我流很多汗。谢谢。